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9月9号的观天下新闻，我是李一凡。为了让家庭经济比较不好的同学们有更多的上进心，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扶助低收入户的大学新鲜人奖助学金活动。市长朱立伦亲自发放每位新鲜人5000元的奖学金，鼓励他们要用功读书。在这一场奖学金的发放现场，市长朱立伦表示，领到奖学金的同学们将来也许还没有能力捐助金钱，但可以透过当志工的方式来回馈社会，像是帮助照顾老人、身心障碍者，或是担任教育、环保、文化志工等等。所有我们这个板桥地区的一些新考上大学的这些好朋友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善心人士，长期以来对大家的支持，今天有111位，那111位的这些所有的大学的新鲜人，我们受到社会的肯定跟支持，我们当然自己要更加有更努力。我们这个社会最伟大的，充满爱心，充满关怀。区公所表示，这次经费活动来自板桥区善心人士捐助，发放对象为列册低收入户、生日兼部的大学新鲜人，透过发放奖助学金，有助纾解他们的经济负担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也邀请了两位学长姐，他们也曾经是接受奖助学金的帮助，那我们会在现场跟大家各种志工，大家都纷纷的来投入。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，我们也许将来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来回馈这个社会，用捐助的方式，但是我们可以担任志工，我们可以担任很多的志工，照顾老人，我们叫做世代志工。现在很多年轻的大专学生都加入，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各方面，不管是教育的志工，或者是我们今天对身心障碍者的帮助，或者是我们对文化的关怀，或对环保的支持。我希望将来能够发挥志工的精神。朱立伦表示，这份奖助学金虽然金额不高，但代表社会的肯定与支持，大家必须更有责任感以及荣誉心，在学业上努力加油，将来对社会有所贡献。谢凤强，市场报道。